以前人家都说什么，你35岁你就会知道身体是惯来式的下滑嘛。等你到了40、40几岁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，不止惯来，它还潜入到海底般的下滑。第一次就是要把手机放大的时候，以前会硬是头皮，就是我要看清楚。但是到了你得要截图，把字截图下来，然后放大的时候，那时候就真的觉得，好，我得要接受我的人生已经走到这，不会抗拒，也觉得说，不要太快，就是不要让自己走到就人家看你觉得你完全放弃了那样的状况。